Gary， 出字。
这是我投入去台湾人的运动内底头一首所写的歌吼，就是讲牺牲完的角色吼。啊，知影就讲台湾要做一条路，人爱付出代价，有的人可能会去用掠去关，甚至去枪杀，甚至于家破人亡，也是流亡海外。啊，过去台湾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我为着要感谢。才为台湾奋斗的这精神呢，所以写一首牺牲换来角色啦哈。啊，有哪甲大家分享，当然这是迄阵戒严时代哦，在民进党创党的初期哦所写的一首头一首甲台湾较政治性的歌啦吼、哦。啊，下面呢，我有哪继续吼、哦，因为我可能爱了看一下吼、哦。啊，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吼。哦这是写在我的故乡、哦，因为我故乡是来自像写城啦吼，人南外拢讲乡村人较知影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首诗是台湾本土一个作家宋哲来所写真出名的一首诗。啊，迄阵拄啊，迄个赖清德头一摆选举的时候，我去台南去啊租唱，啊，伫服务处内底，哎，有一本诗集。这个很给陶器，也是写几首诗。哎，写在我的故乡，所以特别亲近的，我总在提到接触。那是到乡村，那是到乡村，就爱落雨的时阵，大步的山仑，亲像姑娘啊的温顺。那是到乡村，爱经黄昏的时阵，你看海墘的晚云。半天通红像抹粉，若是到乡村，就爱好天的时阵。出旁的海船，有时驶远，有时近。若是到乡村，毋免惊时阵。单单的歌若唱起，就是小阮的新闻。哦，我下面我再来介绍这首《若是到乡村》。
唱起，一时烧阮的心台湾呢，有一款鸟，在四百几年前就有记载。每年到秋冬的时阵，伊就对西伯利亚、苏联、韩国、中国一直到台湾，这款的鸟，全世界可能差不多一千只左右。那如果咱无好好啊去来保护，就可能咱的后一代看袂到这款的鸟，这是人类共有的资产。过去因为无迄个环保的观念，每一遍啊来台湾的时阵，拢毒死真侪只，吼、哦，甚至有当些毒死要几百只，我捌这款的记录。这讲起来这是真无光彩的代志，吼、哦。应该咱的教育内底，爱列入教科书。有一款候鸟，叫做黑面琵鹭，哦，乌面喇叭，每年就是来到这下湖七股的所在。咱来教咱的囡仔，一定去看、去参观，哦，阿咪安那保护，这就是真稀有的鸟，哦。如果无好好去保护，可能这款鸟以后是干一个梦尔。较早有一款的鸟的存在，已经无啊。啊，应该就是讲，要经过这个专人的训练，哦，人客来到这的时阵，咱好来交代，鱼虾来个交代，啊，就展现这个民族的人文的进步，哦，啊，所以当然我所在就是讲，其实我甲过去伫海外，啊，拢伫唱
敢若讲，伊拢讲是我是咧唤醒台湾魂啦吼。啊，因为有人啊，甚至拢写文章散文伫写我，讲流浪时空的吉他手吼，就讲我是伫流浪的人，吼，我是那个脱离这个时空吼，等到我伫海外捌我，差不多拢捌我，等到伫台湾捌我，除了唔同看以外，差不多拢唔捌我吼，等到迄个真奇怪的现象。尤其我每一遍啊接受这个学校，哦，像讲高雄医学院，也是现代有真侪教授，就是过去我二十年前海外伫演讲熟悉真侪留学生，因即马倒转来拢伫学校做教授，所以拢邀请因的社团，拢邀请我去唱，啊，我著介绍一挂本土的歌曲。其实因遐学生啊拢真介意，但是老师啊，这听唔知咪几对尾，我讲就无，我靠无哦。啊，每一遍我来介绍本土的作家，啊，像宋哲来啦，啊，是一挂即吼写本土的真个文学家，我讲来捌个乐手，无半个。咱本土作家，咱的教育内底无人捌伊，即就是台湾的教育。啊，从咪讲起回头转，吼，啊，最主要即个人文教育，我感觉真重要，吼，尤其是几代自然，吼，一直迫害，吼，即个灾难，吼，不断。愈来愈大，日本你看迄款的海啸，看得真可怕。一夜之间，几啊条人命都无去啊，所有财产，一捆啊都拢无去啊。一款大自然的反扑，这是真可怕的。啊，所以一边我来介绍这首吼，就是喇叭的心心声。喇叭面乌乌，脚长长。来到七股的田园，唔知恁家是住偌尔远，唔知北方是偌尔冷酸酸。故乡的田园已经爬远，出外讨食心酸酸。唔知外乡人情有偌长，唔知啥人会来相借问。徛伫南塘看四方，海鲜鱼虾满水长。你的照顾也真十分，只是袂当消阮满腹的心闷。望南方透万长，带阮回家门吼。这是蓝淑珍吼老师所写的一首诗，吼，伊是这个台南市乡的一个国文老师，已经退休啊。伊即马伫从事这个台语文，因先生是富邦内底副总经理，哦，已经退休啊。啊，两个阿公阿婆，哦，囝拢伫外国，吼、哦，读册，两个阿婆咧从事台语文，啊，所以因个介结缘呢，伊讲伊也爱我曲风，所以叫我来谱曲啦。啊，我讲啊，这真好，这作品写真好，所以明我来介绍这首《乌面喇叭》。长远已经怕
北方是偌呢冷酸酸，故乡的田园已经拍黄，自我讨食心酸酸，不知我乡人情有偌长，不知啥人会来收酒。南灯看四方，海鲜鱼虾满水塘，恁的照顾嘛真杂乱，只是袂当消阮满腹心。讲到妈妈，讲到老母，迄、那个感情就走出来。尤其啊，妈妈离开的时阵，迄款的心情。所以这首叫做《思念阿母》，嘛是蓝淑珍老师，吼、哦，伊讲伊总共嘛是安尼，伊妈妈嘛无读啥物册，但是伊妈妈真好念诗。伊讲伊妈妈真，伊写诗才够写。伊讲伊妈妈就是足够念诗的啦，无读册阁足够念诗的，吼、哦，真侪即个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，吼、哦，道理，做人的道理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足侪诗啦，吼、哦。准爸母疼囝水长流啦，吼、哦，怎么怎么就就是即款的诗，吼、哦。我含伊讲的时候，伊讲妈妈无读册足够念诗的，啊，所以讲伊的写诗，可能从细汉，吼、哦，可能就有妈妈的迄款的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因素伫咧。啊、所以下面伊写只是讲，伊妈妈已经离开，怀念伊个妈妈，无读册啊，但是吼，那个嘛真注重囡仔教育。我说怀念妈妈一首诗，风对远远个东边吹来，吹过山头，吹过树尾，吹到阿母伫睏个土地，敢有带来阿母交代个话？好。对高高的天顶落落来，落伫草埔，落伫大海，落伫阿母伫睏的所在，敢是阿母想阮的目屎？思念，亲像梦边的青草，愈生愈多，愈发愈长，长到天边，长到海口。拜托，拜托温柔的东风，甲阮的思念，讲予阿母知。拜托，绵绵的雨水，把我的思念流去阿母住的所在。哦，这是蓝淑珍老师所写一首非常好的一首怀念妈妈的诗啦，吼、哦。
因为这个曲吼有比较叮当啦吼。其实我本来作曲是用这 slow rock 吼，伊款的慢慢的做啊。但是我今仔个要用带一挂 jazz 迄个动作，较负担较袂遐深啦吼。因为这个曲吼唱起吼真叮当。啊，我唱一段啊，恁听就好啦吼。风对伊远的单边吹来，吹过山头，吹过树尾，吹到阿华是本来习惯的是，但是安尼沉重吼，习惯沉重，所以我讲改变一个方向，讲淡淡的愁绪，因为我一改这个专辑内底，我是用这个带点。即个水印吼，水印的节奏吼，较带一点爵士的色彩，所以你听起来吼是淡淡的愁绪，较无遐沉重吼。所以我来介绍几款带几款爵士的味吼。风对伊远的东边吹来，吹过山头，吹过树尾。吹到阿母地睏的土地，敢有带来阿母交代的话？雨对伊悬悬的天顶落落来，落伫草埔，落伫大海，落伫阿母地睏。所在，感受阿母想阮的目屎，思念亲像梦边的青草，谢谢。路长，长到天边，长到海角。摆渡温柔的东风，甲我的思念，讲予阿母知。摆渡绵绵的雨水，甲我的思念。去阿母住的所在，你拍先哦，拄叫十点吼。其实，搁唱咧，敢那，状况无改吼，伫唱吼，你爱的感觉吼，哪有惊掉咧吼？啊，我是不是另外改变一下气氛，一唔知会使袂？因为我感觉讲这伤过沉重啦吼，因暗听这听吼，大家心情会较沉重吼。啊，所以我临时讲要减轻迄个负担，所以我拄仔临时决定讲用这个带小块 dress 迄个味啦吼。啊，咱是不是唱一条歌吼，先改变一下情绪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足简单嘞。真简单啦吼，教一摆你就会啊。啊，我希望讲咱起来吼，站起来唱吼，啊，身躯振动一下好，吼。安会晓无？就安尼尔吼。啊，所以咱唱的时阵吼，我先就心内迄个郁卒吼，对国民党本外关的情绪拢在发发出来，啊，无真会郁卒死人吼。吼。哦，所以大声发，啊，身躯了顶头要紧吼，当作运动吼。啊，我吼，你对我节奏跟着唱吼。吼咿呀吼，咿呀吼。
好，伊也好，伊也好，伊也嘿，无问题啦吼。啊，你我要听你唱哦吼，试看麦，一二三四，好。啊，唱了真好吼！啊，我即马吼，你要对我节奏落去唱吼。我那今年生日得要紧，叫你办的生日得要办。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！你也好，你也好，你也嘿，哦，你也好，你也好。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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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咿呀吼。主流要调整一下，大家请坐。
的你，一段恋情，誓言已改变，受伤我的心灵。心要离开，凄痛的心，失魂的男性，孤孤单单看的一生，将你我拆散，将咱来拆散，甘是天注认真打拼，将伊当作生命。如今一切拢变卦，找不到的人，找不到所爱的，到底你走倒站？岁月变化，头毛拢出白山，一段伤心的情歌，迷迷惘惘，失去海岸，亲像大海的船只，风风雨雨，浮浮沉沉，找无失落。风风雨雨，浮浮沉沉，找无失落的灯塔。先阿咪介绍这首曲。当然这是较流行歌的物件啦，吼、哦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哦，就那个讲一生，哦，为着一个查某一生不要去娶啦，啊，放弃，自暴自弃啦，已经六十几岁、六七十岁吼，六十几岁，较早一个老歌星，啊，那当然这人真犀利，少年时阵吼，稍等一下哦。王大兄吼，你无弄啥？我讲吼，我连咪下课，连咪下我会赶倒，吼、哦，啊嘿，嘿，我连咪下课啊，因为伊这课程唔是两点，伊是早排三点啦，歹势，吼、哦，好，我好 ，OK 吼、哦，我会卡我哩，好，谢谢，即个就是我哩讲夹千个米起嘛，夹倒顿下去招我要吃饭啦，歹势吼，占用大家时间。当我们介绍这个，就是我一个朋友哈、哦。其实啊，真是过去少年曾经嘛真风光啦，啊，但是感情上吼，一生拢放弃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内底风风雨雨、浮浮沉沉，找无失落的灯塔。这个灯塔就是伊梦、伊理想、伊一切，伊放弃找无失落的灯塔已经找无啊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哦，迄年冬天，雨水落袂，其实目屎落袂的意思啦吼。迄、哦、段恋情，誓言已改变。受伤我的心灵，迄年冬天，决心要离开伊，吼、哦，凄痛的心，失魂的男性，孤孤单单来过一生，吼、哦，啊，将你拆散，吼，将咱来拆散，敢是天注定？认真打拼，将你当作生命，如今一切拢变卦，吼、哦，找袂人，找袂我所爱，到底你走倒场？岁月变化，头毛拢出白山，一段伤心的情歌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迷迷茫茫，吼、哦，失去海岸，亲像大海的船只，吼、哦，风风雨雨，浮浮沉沉，找无失落的灯塔，可能这个爱情唔知对倒去找无啦，啊，就是
对一个人吼，已经放弃啦，自我放逐吼，完全放弃，总之带一点颓废啦吼。啊，但是因为这朋友，我鼓励伊去中风，啊，所以伊唱我不只有味，所以我是针对写一条歌要唱，我讲啊，无你来出一个单曲吼，啊，你家己做家己买家己迄落吼，我是鼓励安尼，所以这个机会是献给我有一位朋友，吼，珍惜伊的一位朋友，啊，搁中风过，年纪也袂少啊。啊，鼓励伊啦，一条歌送给伊。啊，时间过真紧吼，啊，已经将近得要五点啊吼。啊，我是咁教大家唱一条歌吼，哦，好不？好。但是咪唱过这条歌之前，我嘛佫要另外佫唱一条，以后再来教吼。咱所知影，阿比总统即摆受难，佮阿比总统对我真好，我有家己同批啦吼。啊！伊所写的所有诗，拢寄予我，叫我来谱曲。啊，我有拿来制作专辑。其实，咱回想起来，阿扁总统八年来是台湾人上快乐、上自由的八年。啊，所有历任内底做了上好的建设各方面。但是，咱所在即内底有相当的政治因素伫内底，所以伫受害、伫受难。但咱所看到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当时毋知拢走对倒位去啦，吼、哦。过去有一挂，互伊牵成有对的人，吼、哦，毋知拢走对倒位去吼。咱、哦、人真真正正，伊最高领导人呾拍伫遐，伫遐咧皮皮喘，无人去啊救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要掠贪污吼，可能所有国民党爱总掠；若要讲贪污的啦吼、哦，可能所有即官员爱总掠啦。所以这里有相当的政治因素在里面，我也不要说真多，这是一下，这首是叫妈妈，叫阿母的目屎，另外一首就是他进来什么完成，当然，没完成了，他的主张，但中国这边一个就是，但是我要跟大家唱，但我要先来唱这首阿母的目屎。Thank you.
母爱阮去田园捡番薯，生活伫遮有剩的碗便机，甜蜜咸涩写伫饼门边，若亲阿母归甲阮。想到插曲去有漏交去，是我今仔有准备要唱的吼，煞去有漏交去。这条若唱了，咱迄条经若后作后节去再来教好。哦，因为我今仔安尼去唱的吼，实在是负担真大吼。啊，但是这条歌我感觉一定要介绍，这是我写阿扁总统的一条歌，伊也毋捌听过，伊嘛毋知影啦。咱所知影。一年四季，春天就是表示希望，热天就是表示热情，秋天就是真啥物事真孤独，吼、哦，冬天就无希望。像我头拄讲，迄年的冬天，哦，我写我边，迄就是无希望的，所以用冬天来写。迄年的冬天，迄年啊，你听到冬天就知讲已经无希望啊，吼、哦。秋天就是人真落寞的时阵。真孤寂，迄、那个心情，所以我写这首歌《小阿兵总统》，好过落叶的秋天，吼、哦，落叶的秋天，风雨的暗暝，孤单一人徛伫窗口边，看无外面月亮天星，茫无的暗暝，亲人只有梦中相见，哦，分袂清窗内秋月，酸冷的秋天。当夜的雨水悠远落袂离，夜窗声哭几暝，加添阮心内伤悲，往事一幕一幕浮出阮的脑海里，这是阮伤心的记忆。风霜的日子，一年过了又一年，四季变换，找无春天，暗淡的夜色陪阮到深更，冷风又搁阵阵吹起。月亮远远挂伫天边，闪烁的天星亲像妈妈你，暗暗啊目屎亲像雨水，呼唤声响四边，深情一句一句来表示，一声一声来自阮的乡里，期待阮早日回乡团圆。哦，这是写这个阿扁总统的一条歌啦吼，啊，今仔日我有哪啊，甲大家分享啦吼。落叶的秋天，
真感谢各位吼，两点钟的时间吼，数一日就过。其实我是还有一挂作笔作甚物，甲大家分享。啊，上面是家己写是那已经差不多啊，吼，抄到也差不多啊，吼。啊，以后若有迄个机会呢，我再继续来讲台湾人的故事。多谢。